感性的。应该是我一个感受，就说这种事。我说什么你信啊？不是你说什么我都信的。我说的什么？哎，来，老板。我感觉他肯定知道我爹娘的事儿。管他呢，你不求他，你就先去社长打听清楚。大不了我陪你上昆仑宫吧。好，我们先去找你那个朋友，打听清楚这个剑堂认不认识。又琢磨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住的地方野人比你厉害，你赶紧走，不然吓死你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不然吓死你。别动哦，然后一愣。我这靠近了。没事，他举他的剑，我们就把这个。叔叔，林山。你要干嘛？我三个。